たの。はい、thank you.
又有人話係文學名著改編嘅喎，好唔好聽啊？遲啲見啦。唔好抛佢啊！呢个女人我挂啲书嘅。嗯，嫁鬼佬嘅。唔系你仲话成日跟佢？大家都系女人先讲啊！你都老啦，教化啦。十七年之后你系几多岁啊？你系谂住翻嗰时再嚟啊？你几多岁啊？谂住嗰时系咪嚟嗰时再嚟啊？我嚟嗰阵时仲落紧大雨噶。你點啊？要唔要而家就走啊？我係個工農兵嚟嘅咋，你幫我諗下應該點？咁啊簡單啦，我而家姓李唔姓劉啦，我又覺得睇落都幾有意思，橫掂周圍都咁安全，咁樣你仲翻返轉頭啊？除非我以後已經長長啲頭髮，唔化妝，應承邊個？應承你自己，睇下定係變成點啦，都係走咗先算。你哋要唔要嚟撐我啊？嚟啦！你仲要唔要揾你要揾嘅嘢？
有咗。咁我哋都好準時㗎，係咪？一直諗住就會發生咩？怕你發現曬咁樣。心裏面知道我好似變咗第二個人，然後我感覺到，只有我自己感覺到，我係一個女人。每個月都嚟一封信，提醒我或者應該查少少頭髮都。太太呢
係唔知點解佢太太變得越嚟越囂張，明顯失去咗人民嘅支持。佢仲想要一隻藥，食咗之後可以長生不老。呢個男人認為唯一嘅方法就係偷咗嗰啲藥，唔俾佢太太食。後嚟一次，你都知啦。所以咧，到咗而家，當我哋抬高個頭望下個月亮，都會見到有個男人好孤單、好寂寞咁企喺裏面。你哋有冇留意到啊？我唔係呢個意思。到你自己做媽媽嗰陣，可能都已經太遲。
秋節生日嘅，係最唔理智嘅。第二個男人原本喺妓院裏面做事，佢買咗生日。第三個男人高高瘦瘦，幾聽命白淨嘅，未經唔夠，連自己嘅床同家私都帶埋嚟。第四個男人喺廚房裏面幫手，佢睇起佢。俾佢入佢嘅房。第五個男人最風騷、最奸又最鹹濕。第六個男人先至係佢真正喜歡嘅男人。好啦。
嚟啦，嚟啊！你锡我，你打我，你用啲力啦。你话你要我，你话，你话啦。然后佢同佢讲：我要你。
哎呀，死咯！嚇死我啦！咁傳奇，咁鬼作狀，我就一啲都唔信佢，有乜好驚啫？放心，喂，俾食宵夜啦。我唔信佢，一句説話都唔講就走咗。担心啦，我都未試過呢咁嘅經驗。你睇下你同我講，我啲點樣反應到？時間好似靜靜，靜靜都避開佢。你未避，佢覺得好後悔，好後悔。到我再見翻佢嗰陣時，兩個人面對面。
定搬去湖邊做首飾。佢哋兩個真係好傷心，成日面對面咁喊啊喊啊，有一個仲喊到眼淚變成血，啲血染上樹枝上面，留低一點點紅色。所以如果你知道點解啲蜘蛛會係咁樣嘅啦，呢啲男人真係夠痴情，你話呢？實在，我係可以好直接咁話俾你知。不過，我知道你想聽到你想聽到嘅嘢。我講得散啲，你話我冇組織嘅能力。我再講亂少少，你話我嘥你時間。實在，我係好明白你嘅意思嘅。你只不過想我好似你咁，又或者你想象中咁。我覺得你唔公平。
人都笑佢係私生女。呢件事對後來嘅事影響好大。喺佢30歲嗰年，佢開始建立佢自己嘅信心。四圍佢話俾人知，佢相信嘅嘢。喺佢心裏面，佢清楚咁知道，3年之後，佢就要為佢嘅理想而犧牲。後嚟仲有12個志同道合嘅女仔，成日跟住佢。呢個故仔你有冇聽過啊？我細個嘅時候，每個禮拜都要聽一次噶。一陣見啦。算是好朋友。我是很喜歡彈法。只是彈法是不夠的。我認識他那時候，他都沒有那麼多拘束的。做朋友做到這樣，我不明白為什麼坦白我不夠，你認為呢？我們這樣說話會不會換親你？我是喜歡坦白一點，我是喜歡直接一點，坦白一點。
啲、直接啲，咩問題解決唔到啊？朋唔朋友都難講嘅。有啲嘢都～周身咁俾你睇，由頭到尾咁俾你睇，擔心係好唔夠，你認為呢？你咁樣講嘢，會唔會悶親你啊？當佢著起佢最中意紅色、白色嗰件 T 恤，一條舊褲，坐喺嗰度，好似好專心，又好似懶洋洋咁。呢個世界好似唔關佢，但呢個世界好似全怪曬佢。你坐在門入面，我看不到你雙眼。我嘗試走近一步，個門就閂埋。你話唔係你嘅責任，以後嗰時你知道噶啦。我話唔係我嘅責任。
我飲茶冇計數，越放工細心服侍好周到，衣着光鮮英俊瀟灑唔太高，舉止溫文行為正直唔會錯。
呀 ，bullshit， 又是你做的，是你精心爱他，是你还有时间再陪他哦。到了现在，他不问你问谁呀？哦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莫以为咁样就嚟紧都系两感情。
己。走着瞧 Fuck you! Fuck you! 你放开